明唔明白？再嚟啊！系啊，压系啦，压系 good try 啊！再嚟，系冇得停住，冇得停住，系啦，唔好停。嗱呢一下咧，你本身就系前面太快，结果你转向咧要停。即系其实而家呢个动作好简单嘅啫 ，cross 加速，明唔明？再嚟啊！系 good go， 系啦。再嚟啊 ，line，line，cross 咗先，系啦，嗱，好啦 ，good ball， 开始做到啦。我哋记住一样嘢 ，sorry， 你攞翻个波，即系啱啱你见我过你嗰下咧，其实个 cross 咧系轻微弹后，我哋带过嚟啦，系咪？拉后，系咪？我哋拉开咗距离嘅时候咧，好容易咧可以令到咧防守者咧会向前。其实你要记住，当我拉喐个防守者嘅重心，变相就即系将你嘅速度加速咗，系咪啊？本身我向前系五十 kilo 嘅，你一向前我就变一百啦。我哋拉，当遇到压力嘅时候，我哋先拉后，因为你其实你多一步冇分别，但系多一个空间我就好加速啦。好啦，嗱，而家我哋咧要讲落地个步伐啦，拉 cross 嗰下，记住。用少少核心彈起嘅，拉彈，然後過，明唔明白？我哋落地嗰下咧，彈左右，一定要嗱，再睇一次啊！彈左右，你要咁樣推自己向前。你会见到啱啱我可以即刻转埋向嘅，当我哋弹左右，我可以翻翻嚟。左右本身呢个动作，你可以转向，亦都可以向前。明唔明白？嗱，我哋试下咯，再嚟喎。压，哎唔得啦，只脚手系未同步，我哋系拉压一齐弹起，系啦，你就跟住你就去啦，我哋弹唔得可以翻嚟嘅，明白？弹系啦，你得嘅话你就系、是，当我一弹，我觉得系可以有机会过落地嘅时候，左右你就加速过咗噶，再嚟啊！系拉拉压，系 good， 系啦，啊记住，阿燕姐过咗之后，一系就单手上，如果唔系咧，你就要个膊头保护，因为中间你预计有人攞翻外边上啦，嗯，清楚，记住个膊头要挨翻过去啊，压系 good 噶。不要烏前烏得太前，如果你烏得咁前咧，而家 order way 上籃冇問題嘅，但是如果遲啲後面有人夾的話咧，你停不到嘅。一過咗之後，有人會補嘅，一補嗰下咧，你就停不到，亦都你做不到其他步啦。即係例如，可能哦，我衝咗過去，人哋一補，我可以 Euro step 去翻中間嘅，咁嗰啲步你會做不到。升翻直少少嘅人，再嚟講啊 ，line。拉压系高，系 good ball，good ball go， 系啦，拉向后少少啊，系啦，好啦，阿平咧会喺呢度咧，佢有个动作做得好好嘅啦 ，cross 好啦，嗱起动呢一下咧，我哋系左右噶嘛，系咪？嗯，你呢个时候咧，你个膊咧要伸前。就是因为你要将这个人夹向前。好了，同样在这个时候呢，通常你的膊夹向前呢，这只手呢会跨过了防守者的内手。你就这一下向后拨
防守者就會有一下咧停咗喺度，你就特別容易過啦。佢啱啱就係呢下過嚟，明白？所以記住你要慣性就係、是、cross 壓身前，係啦，係啦 ，good， 再嚟，係啦，身前，哎停，太側啦，少少得噶，係向環向環環壓太前啦，再嚟多，再嚟多，太前啦，再慢少少，唔使咁快，記住後生仔係快啲，後生女係快啲，慢少少，係啦，呢時啲。压弹系啦 ，good， 记住要系啦，拨落去啊！记住你嘅手咧，记住系咁啊，然之后企喺度。我哋系当我哋一过嘅时候咧，我哋只手系咁样摆喺度嘅。Okay， 如果我撥佢唔到，就係、是、代表佢吞得早過我，我哋就可以壓停，明唔明？我撥到嘅話，我就過硬佢。所以你要慣性隻手咧，一大波嘅時候喺呢度噶啦，明唔明？當你有咗呢個動作，你就完成到第一個動作 show that fit。嗯。一嚟到呢度，人哋就會吞嗰邊，你就可以 call 翻翻呢個。所以記住大波嘅時候咧，我哋從來大波都係兩隻手。一隻手運球，另一隻手就動作保護。其實而家就直情係主動逼過嚟，可以撥一撥過去。再嚟啊，拉拉壓，你得唔得？再嚟講，你見到你係放個波，然後拍啊嘛。你記住你係壓落去彈起嘅，嗰度拉拉壓得唔得？再嚟講，睇多次啊，拉壓，明白？拉用。腳的力量拍然後加速，明白嗎？ Go， 拉拉壓是 good， 你大很多了個範圍，第一你大了，第二你易啟動了，不過都要少少向前，個動作過來拉拉壓是 good， 是啦 good good ball， 這球我會有動動的嘛，如果我動動的時候呢，你記住我們推收波嗰下咧，一定要喐手。你唔系打佢嘅，但系先第一样嘢食咗个膊头位先，系咪？你食咗个膊头位之后，我就有位上啦。你食唔到個膊頭位，你可以 fold。我哋過最後嗰下咧，係我哋大波啦，拉壓起動 ，pick up 放籃。你最好有 pick up 嗰下。pick up 帶動自己，亦都扯翻自己向上，食咗個膊頭位，然後上籃，試一次咯，拉壓 ，go， 係開，係 good ball， 再嚟，壓 go， 係啦，中啦，嗱，少少中咗前啦，係咪？壓完，壓，其實你要鎖死呢度。你鎖死呢度，你可以彈咗出去嘅。彈出去嗰下咧，你用重心、速度快，但係對抗力量比較弱。如果你用核心、速度，有機會慢過重心嘅，但其實睇唔係好睇得出。但係個重點就係你個對抗同保護力咧，會強過斜身會好多。明唔明白？所以記住，我哋係你試下有少少係。壓硬後自己彈出去，硬後係啦，再嚟試下喎，唔好咁大力啊！壓硬後係啦，哇！得手啊！再嚟啊！
好，拉拉压，系系 good boy 燕姐，少少中得太前啦。嗯，再嚟啊，拉屎一球，压，系啊，系 good good boy， 你咪撞到系咪？你撞得开我啊嘛，明唔明白 ？OK， 嗱，今日呢个咧就系第一个啦，我哋 cross 压，然后起动，记住几个重点，一压完，我哋要落地嘅时候左右脚。第二樣嘢記住，向後引，就唔好向前衝咗落。將推前衝咗落去咧，當人哋跟到你咧，你就冇得對抗。同埋你唔向後引咧，你轉唔到向嘅，明白？